昨天晚上住着这个地方，这是一个废弃的房子吗？还是没有住人里边？然后都长了好多杂草了，你们看，昨天住在这个地方就是有点吵，旁边就是228国道，虽然很吵，但是我都睡着了，因为最近就是比较累。这一路的话，可能就是可以去吃海鲜。今天到那个湛江，应该看能不能赶到东西，可以去吃海鲜。啊，车子已经收拾好了，我把这些做饭的东西都放到副驾的，这个箱子给它放前面来。嘿，坐。好多大货车呀，这一路，哎呀，开空调了，这天儿，这个海边城市不太适合夏天来啊。出发，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。哇塞，这边好多花花，很漂亮哎。什么花？小风吹的。然后那边还有那种芭蕉叶。哇塞，这个叶子很有夏威夷的感觉。这边有好多甘蔗呀，过去看一看。这边有好多辣椒耶，我在湖南还是哪里买的那个辣椒，特别特别特别辣。你们看这个辣椒，这个是什么辣椒？你好，这个辣椒是什么辣椒呀？这个辣椒很辣是吧？啊啊，那怎么卖呀？我买一点儿。哦，怎么卖？我买一点儿。买一点哦。这什么辣椒？什么辣椒？你看这个。多少钱一斤？几块？三块、你跟我称两斤。这两斤我轻了，我也很轻的。没有称吗？啊、没有称的话，你就随便给我弄点吧，我去拿钱。就在那里呢。啊，我在那边，我车停在那边的。嗯，就是微辣。多就这个是吧？给我称点嘛，我给你，我付钱。那大酒来喽。袋子吗？那我去拿袋子。大哥是广西的是吧？那个这个是在拍视频。可以拍吗？可以哈，那我去拿口袋啊。哎，那个甘蔗卖不卖？大哥，那个甘蔗。甘蔗。哎，多少钱那个？8块钱。8块钱。好，你帮我就是砍一根嘛。哎，好，我去拿钱啊。这个大哥在这边摘辣椒，这个辣椒不知道是不是跟四川的辣椒一样哈。还没有吃过，买一点，晚上炒一个辣椒炒肉，小炒肉。我咽口水，好晒啊！还戴个帽子，戴个帽子回去，都戴手套。广东、广西这边太阳都比较大，紫外线。戴了个帽子，大哥他没有口袋，然后我拿个我的口袋过去。我最近眼睛怎么那么肿啊？少拍自己吧，少拍自己，多拍风景。辣椒3块钱一斤，我看着直接从那个地里边摘下来比较新鲜。哎呀，忘了戴手套了，要把手套戴着，免得晒黑了。我还是个小仙女啊，千万不要给我晒黑了。大哥，我拿袋子啦，哈哈，袋子他没有称，我就随便装着吧，然后给他10块钱。你的家在哪里？什么东西在哪里？你的家。旅游吗？旅游啊。我去西藏。啊？去西藏。西藏呢？你帮我装点，然后你有没有那个？我已经在手了。没事，我少装点吧。有没有微信给？我没微信，没有。那你怎么收钱呢？我没有现金。我现金了。哎呀。我没现金了。我没有现钱，我只有微信，这个手机里面付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呀，大哥？哦，他有微信是吧？他有微信吗？哦，好，那你让他过来。那个是你老婆吗？我是你大嫂。你大嫂？啊啊，好，那你大嫂来了，我把钱付给她啊。大姐，我把这个钱付多少钱？我买一点点，能不能买？我付十块钱嘛。你说装一袋子多少钱？随便收就行了。三块钱的。我看你们这么辛苦，我付10块钱，然后谢谢你们哈。可以吧？可以，付10块吧。这个就是二维码吗？是不是？对。那我扫这个啊。不是这个呀。那我加你微信，我转给你吧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你加我。有个设置，这个打开，要把这个网络打开。待会儿给你关掉嘛啊。好了。这样子，我把我的热点打开，你连我的网吧，把我的网连了，你就有网了。你没有网，主要是。
就加入我的密码，我把我的网分享给你，然后你的微信就可以打开了，打开过后，然后我就可以付款给你了。发消息，你看着我转，这里有一个，我给你发红包，10块钱。10块钱。你看你就收到了，你收一下。收到了。你要先收一下，你先收一下。哦呦，你没有实名认证吗？认证。你有没有亲戚朋友嘛？我可以转给他们。转给你了，你收不到，因为你没有绑身份证。找一个人，我付给他，可以吧？一百对吧？哎，哦，周平，他会不会说普通话？说。啊，好。喂。我跟他说吧。人呢？哎，你好。来。就是我在这里买一点辣椒，但是就是大姐她没有微信支付，然后我转给她红包她收不了，可以发一个发到她的微信里面嘛，我现在用我的手机热点。嗯，好的，谢谢你啊，好，拜拜。这几集还在给我装，还摘了几个。这个就是你刚刚那个人是不是？他发了个码，然后我再付给他，付过去了啊。啊，好了，付款成功。好了，我把这个给你关掉。你的刚刚那个是你女儿吗？他说的把这个关掉，你没有流量，到时候会。好了，我给你关掉啊。嗯，好。哦，够了，祝你们身体健康啊！身体健康，生意兴隆。好了。生意兴隆。好，拜拜。好了，拜拜。这样子就不麻烦他们了，主要是讲话有点听不懂，我们两个就是这种语言不同。其实我觉得到每一个地方这样体验一下这种风土人情，哎呀，我的毛子！